良心雇主冇你份，良心雇主冇你份。大约40名美心饼店的运输工人手持横额，在长沙湾美心西饼厂房外抗议。他们要求公司向受搬厂影响而辞职的工人支付遣散费。经过双方谈判后，资方愿意提供特惠补偿给有意离职的员工，但在计算上双方仍然有分歧。因为公司呢就在计算特惠方案的情况下，并没有计到那个OT 的，即是没有计到个加班工资下去的。那我们是要求呢公司将那个计算特惠补偿上特惠补偿的时候呢，是将那个加班工资都计算在内。工人代表说，公司将厂房由长沙湾搬到大埔后，令他们收入减少。原本他们的底薪有8000多元，以往加上超时津贴，整体薪金会有10000多元。但在搬厂后，资方没有增加交通津贴，又没有交代会不会继续提供超时津贴，收入相应减少，加上新厂房路程远，所以要求遣散。他们又说，如果谈判破裂，不排除了工业行动，包括罢工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郑汉成报道。